家庭重组了，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；婚姻重组了，你们的心态没有重组。在你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情感的排行榜的，排第一位的我爹妈，排第二位的我孩子，第三位的是我老婆或者我老公，第四位的是我老婆的孩子或者我老公的孩子，第五位的是对方的父母，各自把对方最看重的那一个人放到了最后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你们婚姻重组了，家庭重组了，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就两条路，第一个，你能不能把对方的小孩当自己小孩一样疼爱，把自己爹妈当自己爹妈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做不到别过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我整段听下来，你们两个人就是。